看这一题。他说求下列一个无穷极数的和呀，我们看第一小题。哦，第一小题无穷极数的和的话，无穷等比级数的，这是个无穷等比级数的，所以代公式一减 r，r 是三分之一嘛，分之首项三分之一，所以这是三分之一哈，除以这三分之二，所以是二分之一。哦，代公式就很简单。啊，第二小题，这也是一个无穷等比级数的，所以用代公式一减公比是五分之一啊，二分之首项五分之三。所以这五分之三，啊除以五分之四，所以这是四分之三。